你看姐姐就是好哦。对。子睿，以后跟姐姐玩哦，是不是？子睿表演吹泡泡，一个泡一口口水，姐姐都看呆喽。煮点粥给子睿，里面加了一颗红枣，红枣去皮的。煮的差不多了，刚刚加了一点点青菜。嫂子在煮那个鱼头，炖萝卜。这里也好香啊，就是这大这大。嗯，煮的也是大大大。现在我们要用大点的示范，因为我们示范加起来小孩加大人要五个人，好热闹。今天中午要吃火锅。哎呀，干的哦。吃饭要喝水，这个习惯不好啊。吃点这个可兰豆。今天要跟哪开店？要。你去吗？去。我们走路去吧。可以啊。现在没下雨，刚好天晴。散步走，半开叫。这个那个狗会不会咬得到？咬不到，咬不到。晒鱼，我们今年有好多鱼，从年头可以吃到年尾。今年自己家里面的鱼存了个100多斤。你看这边停了好多的车子呀。这是我们家邻居，他们今天要春饭。像我们这边的风俗呢，就是每年就是春节嘛，就要邀春饭。我们这里，我们家的春饭已经吃完了，现在呢准备和展鹏去街上逛一下。今天天气很不错，好久就是没有这种天气了。还好我们这边的场地也挺宽的，你看，能停好几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说啥？你们这边白天都关大门的，我们那边是不能关的。哦，我们只要人不在家就可以关大门，你们那边是不行。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那边人出去了，不要拜托别人帮我们开一下大门。嗯。我们现在要去街上取两个快递。上次我不是退了换了一件衣服嘛，然后现在又到了。走吧。哎，一个衣服，还有什么？还有你买的，应该你是给子涵买的，就是邮政的，就没有了是吧？嗯，开门了呀，这里那个不是缸吗？对对对，这是你们对，这是我们家嘞。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讲的，我们家里还有一个门面，这一栋楼是我们的，已经建了有将近20年。走吧，来过来。租给他们做那个不锈钢门窗的。现在下面已经租出去了，上面是没租出去。嗯。我看看有没有在家里面。这里建了20年吗？对，我是读初中的时候建的。你们有在这边住过没有？住过一些。哎，老妈，你开门了吗？我首先那边我想住一个常住的女。你看看这个扶手呢，也是很老的，看到没有？嗯。你们没在这边住过是吧？住过，就是嫂子结婚住过。在这里住过？嗯，对，来吧。那也有10来年的了。嗯。你住了多久了？在这里？就几天了。哇，那几天那就临时住，我以为说。哦，这里好像是有人住啊。哦，二楼有人住，你看。嗯。嗯，上去看3楼。这边多少钱一个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好像还蛮便宜的。蛮便宜是多少钱吗？可能一年几千块钱，3-4千块钱。有这么便宜吗？一年三四，一年一天1块钱都不到了。这还有4楼啊。对。这3楼是没租的。还4楼，还有5楼哎。5楼是顶楼，这边是顶楼，这里会不会太便宜了？因为以前这里没有发展的太那个嘛，现在几年发展的很厉害嘛。这个是我读初中的时候，然后修这条路，占了我们的田地嘛，占了田地，然后就是分地方，等于说你只要3万块钱就一间门面，你可以。起房子，起房屋。
3万块钱就是房子，三万块钱只是地了，这房子还是你自己另外出钱的。对对对，然后我爸爸呢就是买了一间，其实如果说再凑个3万块钱买个两间就好了，因为我姑姑，两个伯，一个伯伯一个叔叔，他们也是在这一块，他们也在那边点，对对对，很近，就是对面一条路，一条路。然后他们是两间，然后现在也是自己儿子啊，在下面啊开店啊干嘛的，还是蛮好的。对，主要是房租，自己开个店，房租都不知道省了多少钱。嗯，是。我刚刚我们来之前，我说要来看看这个房子，要拍一下。然后你结果我爸爸是说了一句什么吗？嗯。他说那破房子你拍什么？他已经豪横到那个地步了，已经看不上这里了。咱们就没住过嘛，这边。当然，那个豪横要打引号。走，我们现在去逛街了，去拿快递去。走了，走了。刚刚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一间店面是我们家的，然后我的大伯家是在这儿，他们是两间店面，他们现在是在开那个轮胎店。我的小叔叔就在这儿。他们也是两间店面，我的姑姑是在那头一点，现在还看不到。等于说他们四兄妹都是在这一块。然后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哦，这里也是属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一边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所以这里就这个十字路口的对面前面还有一排的新建的这个房屋是卖到了3000块钱一个平方，也是好像是2800还是多少，所以离我们这里还是很近的。这是我们姑姑家，在这边看沙发呀，这种家私店。姑父，我们去拿快递啊！京东的，哦，好，我就直接木子的，毛毛还录不哩？我去金贵呀！啊，再见啊！哦，要得，拜拜。我爸爸这边的几个兄弟，还有一个妹妹，就是姑姑了。他们都是在这边经营生意的，就是开店铺的。我们刚刚不是去拿两个快递嘛，第一个没拿到，是被我爸爸拿了。然后第二个快递呢是那个退的衣服，然后他们那个物流发错了，又发到了金石镇，就是展门那边了，就是婆家了。等于说又要等几天才能到这边。嗯。今天是买了点单证。在路上边走边吃。